撒贝宁1976年3月23日出生于广东湛江，父母都是军人，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。从小到大都被艺术熏陶，小学二年级时父母转业回到湖北武汉。高三时，撒贝宁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只有优等生能参加的冬令营，在汇报演出中以曲《小白杨》顺利通过了汇演。 在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时，他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大二搞戏剧社拍电视剧，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理想杯二等奖。大三作为合唱团团长，率队远征西班牙，在国际比赛中勇夺第一。大四被保送研究生。 1999年1月主持中央电视台《今日说法》，一同走入了观众的视野。 2000年，撒贝宁获得了全国电视法制栏目主持人比赛一等奖。 并且参加了这一生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次比赛——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，最终夺冠，年底获得2000年中国电视榜年度新人奖。 2013年1月，撒贝宁在央视开讲了节目中正式承认与章子怡的恋情。 7月，两人分手。 2015年2月，撒贝宁与外国歌手李白相恋。 2016年5月6日，两人在武汉举行婚礼。